掌心对掌心，看我们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做了，掌心对掌心，来，我们可以帮你拿下话筒，我们一起来做好不好？来，掌心对掌心，手指并拢，相互揉搓，哎，就是这个。第二步呢，手心对手背，我们一起来好好学习啊！来，第二步是手心对手背，你看他们都在，哎，手心对手背，沿着指缝相互揉搓，然后呢，双手可以交换进行。好，拿这个相机的各位朋友们，你们不做我原谅你们，但是发到朋友圈，告诉更多的朋友，好不好？好。第三步是掌心相对，双手交叉，掌心相对，好，然后还有交叉双手，哎，好。第四步是弯曲各个手指关节，你看，他就是把手先弄成这样，好，对，使关节在另一掌心揉搓。可以双手来交换进行，哎，没错，特别像小学的时候做操那种感觉哈。来，第五步，大拇指在对侧手掌中揉搓，哎，大拇指在对侧手掌中揉搓，哎，好。第六步呢，把五个手指尖并拢，放在对侧的掌心揉搓，就是刚才的那一步。好，第七步就是清洗和揉搓我们手指啊、指缝啊，就揉搓完了。就是我们的手腕和手臂了，对不对？这个也一定是要，你看我们现场朋友都在做了，手腕和手臂也要来清洗，嗯，我们的双手还要交换进行。好，刚才我想问